对，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政策都相当有感，今天又有啊，对不对啊？侯友宜第三胎补助100万元，哎，百万有感吧？哦，真的很有感觉哦。民进党哪有清流，只有新潮流。我们今天的造句要跟上哦。赵刚加码啊，生第二胎可以留职停薪，然后来，我们再把那个，我们等一下啊，导播你准备一下那个美丽岛电子报那个县市别的部分，还有年龄别，等一下啊。然后赵康说，柯粉跟韩粉有高度的重叠，所以呢，他喊话那个男人啊，要站出来催票，要再用力一点，可能会逆转胜啊。然后赵康去台大演讲的时候，有陆生问他怎么样处理两岸关系，他讲的大家想想看，其实大陆人如果都说台湾好的话，为什么要打？对不对？多交流比爱国者飞弹都有用，有没有道理？你想一想，呼吁呢，在总统府下面成立一个廉政处。如果不行，可以直属行政院长。他说：“我要说服侯友宜这个建议啊。”那另外你看到啊，这个卢秀燕也很有创意，不是短裤吗？哈，现在这个大家都在短裤梗。我勇脚哈，我挺后康。然后呢，秃子这个66岁的腿看起来怎么样？所以大家都把自己的短裤照有没有？昨天大家看到那个江启臣那张跳起来的哈，然后这个现在。这个我们看到韩国瑜也PO出来哈，大家现在都是这个短裤的照，这就是有种欢乐。其实确实啦，选举除了需要政策摧毁对方的人设，除了攻击之外，也是需要一些正面跟欢乐的力量。像刚刚亮哥讲的，这么好的一个政策，本来是应该发酵，但为什么好像都没有？来，导播刚刚那个民调，美丽岛电子报，我让这个委员讲一下啊。你看到就是刚刚这个亮哥讲的嘛？本来在这个台北市哈，侯友宜一度赢，但是你看到赖清德一下子比昨天增加了6.8个百分点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这个台北市现在超车。不过当然了，侯友宜本来在中彰投是输的啊，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翻了过来啊，所以这两块大概是变动最大的。你怎么看？对照于刚刚那些很多政策不错啊，课后辅导啊，这个房贷啊等等，再加上这个生第三胎奖励100万呢、啊，好像哈某些这个还有年龄层的部分好像。该加会到的，导播不是还有一张是年龄层吗？好像该加会到的没有加会到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怎么看？大家没有感觉哦。民调要这样看哈，给大家做参考。我觉得一个民调就1000多份样本嘛，调查结果有效1000多份，1000多份哦，你把它切割成5等、6等啊，比如说6个县市切的话，等于是。每一个样本不过200个，所以它的那个随机性就变得很高，所以你要把它解读成几年级几年级，除非是一个稳定的趋势，或者各县市是一个稳定的趋势，有时候偶尔有一些变动，还要看是不是维持常态的变动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习惯性把它看成就是抽样的误差跟变动，到1000多份不会有差别，可是呢，你要把它看成200多份，除非说它的年龄层里面就是1000多份。那样本的推论、就有那个统计学的理论基础，要不然的话、很难从这种短期间里面看出哪里有很大的差别、那台北市在整个趋势上，侯友宜我一开始讲过说有个连胜文防线，这个一定要突破才可能赢、突破不一定会赢，不突破就很容易输、因为台北市是标准的沙卡都嘛。这个柯文哲在台北市也有个25%左右的选票基础嘛，他至于这个赖清德哈，在台北市，你看那个陈时中已经被打破头了，就他还拿了将近快30%的选票嘛，所以表示说你可以假设赖清德30%起跳嘛，那如果三个都30%的话，你有可能落后于这个赖清德，这个是台北市在加码。台北市现在的立委选情是8年来最好的，对，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的立委选情，但当然会有个不一样啦，就是说你总统选举啊是蓝白不合，可是问题立委选举是蓝白合，你看那蔡壁如跑来帮游淑慧站台啦，徐小新跑去帮蔡壁如站台啦，罗志强跑去帮李友宜站台啦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小鸡们自己蓝白合，因为。每一个选区里面并没有蓝白很严格的冲突嘛，并没有。即使有白的人参选的地方，也跟蓝的维持相互尊重，因为他知道说那个地方蓝的比较强，蓝的会赢，所以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矛盾。而且他要留一个空间，以后他选市议员的时候哈，大家比较好相处，也可以互相拉拔啊。所以蓝白合的效果在小鸡的部分看得很清楚，
尤其啊，这一次蓝白的小局为什么这么成功呢？要归功于国民党的蓝色天后，谁啊？卢秀燕，他率先跑去当这个蔡壁如的竞选总部主任委员、啊、那蔡壁如啊，就更有时间哦，全台湾到处跑，他跑去高雄帮国民党人站台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变成那个地方的白色选票就往国民党候选人那边跑，因为蔡壁如在民众党里面的代表性仅次于谁？柯文哲啊，还比黄珊珊、黄国昌更代表性啊。所以这种小鸡自动串联的，国民党会选得很好，一点都不意外。而且这个民进党已经开始在抢救王义川，就表示他们拿到十三席都有困难的。那王义川排十四席嘛，民进党这次立委会选得很差了。第一个绝对不可能过半，第二个蓝加白一定过半。啊、哦，这个是，而且保证过半很多，所以我要恭喜这个韩国瑜啊，立法院长大概已经当选了，所以他现在每天很卖力在到处在各个，只要立法委员有通知到，他一定到，再远都到，再晚都到，他可以把柯的票多拉点过来吗？这个我觉得哈，大家都尽力了，我觉得老赵不能给逼得这么紧了哈，当然这个。对这个韩国瑜来讲，他这个总统造势场他一定到嘛，但立委的场可多啦，他忙都忙不过来。你要知道，立委是他的选民呢，要弄清楚，他选立法院长，立委不能得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韩国瑜跑立委的场，大小场都跑，不止那种什么大型造势，连小小的场他都去，所以他只要路线上过了，他已经尽全力，而且看起来。六十多的体力还不错啊，还不错哈、啊，腿也不错，腿还可以，是还不错，所以他已经尽力，大家都尽力了。不过我非常同意阿亮哥哦，侯正廷的宣传在干什么、啊？真的看不懂哎、欸。你看哦，这一次到目前为止啊，三大亮点都跟侯正廷没有关系。第一大亮点，赖清德的剥皮寮是网络上跟媒体朋友烧起来的、欸嗯，对，哎、欸，而且。烧的方向很巧妙，完全没有正面去攻击赖清德，都是幽默的、哭诉的、调侃的，那个杀伤力最大、嗯。政治人物不怕人家对面抨击你，你是统派，你是独派，你什么都不怕，为什么？我有我的支持者啊，你抨击有什么用啊？对不对？最怕人家消遣。嗯、那你要防卫的，你看民进党不晓得怎么防卫啊，没有一个立法委员不晓得，不晓得该怎么办。该怎么站出来帮赖清德讲话？讲这个也不是，讲那个不对。他只是哭诉你说你哭两次啊，比照土耳其的库德族称呼你库德族，也不能说人家不对。哎，我们稍后来看一下那个地图炮整个开起来哈，大家都去那边朝圣。选举最怕哭诉。对，这个辫子妹今天也去朝圣哦，哈，来稍后来看一下他的赖皮那个初体验。连胜文的得票是40.8，对啊，那侯友宜应该可以到40.8。如果到不了就该打屁股，对，因为目前的状况，国民党的情况是不错的，对，是不错。这样我觉得丁守中拿到40.7，我觉得赖皮寮这个杀伤力真的很大啊、哦。今天很多人讲到他跟这个林世坚当初那个案子比较起来啊，是有87项啊，都是有点这个掉以轻心。林世坚那时候一失什么五命嘛，这个会不会一失？哦，这个对赖清德伤很伤很大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，因为太阳。新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